为娟娟的电影，对吧？而且我不相信有哪一个好莱坞专业的演员会因为裸露而拒绝一个好角色。不过我尊重你的决定。我们可不可以去问看导演，他会怎么拍这场戏？当然可以，可是你要搞清楚，现在一堆人在抢这个角色。电影表演就是要自然，越自然还是最重要。我拜托你进入状况好不好？我不管自然反应，这是电影，我要的是戏剧性。这场戏有五个层次，神志不清。绝望。打！这摆明欺负人啊。心碎。为什么女主角是你啊？觉醒。放手找到自由。实在受不住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录了，你要开始吗？